可以了。吃菜了。这边一些，连录了三盘的新品 ，so hungry。妈！大家，大家，老外做饼了，大家，老外做饼了。我觉得会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这一班人，不懂在搞什么。知道的人会有共鸣，然后不知道的人可能觉得我们很无聊。学生组，我最希望是给人家看到咯，那最好是跑来问我这是什么咯，我就很骄傲跟你讲，这个是罗摩相机，那个叫 LCA， 那个是 Pro。觉得就与众不同咯，我不会跟一个安哥拿一个同样的相机在身上拍照。都拍了，水龙头啊、墙壁啊、马路啊，或是马桶啊，什么这些东西啊。你看我眼睛吗？在里面，底片在里面，就看到就拍了。因为萝卜是 snapshot 嘛，所以是不用想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分成两。要玩这边小象还是要玩这边大象？这一带就是它，我们就拍一拍照片，拍一些不一样。OK， 出发。我们在那边拍一天的照片，马上洗冲出来，那个就是你的作品。这个是吸引我的地方，在那一个时段的一个生活纪律，或者是那一个时间有时间性的一个画面。如果你以宏观的，就是讲每一个时代啊，不管是艺术还是什么啊，就是要有人去改革咯，要有人去争取咯。下面让我们有一个摄影展，记得要来哦。人都一直在改装，各自参加。所以我觉得各种的艺术的形式都是追根究底，它的起源都是一样的。就好像你们年轻那群还有人玩 frame 吗？就是没有你们就是历史的人物了嘛，因为就在一摄影史上，哎，吉隆坡还是马来西亚一群还坚持在用 frame 的。其实历史是这样做出来的嘛，英雄造时势，是时势造英雄。八连拍啊！一、二、三。没有啦，拍两。艺术的路，每个人都知道很难走了嘛。一定会遇到很多这个社会的眼光，还是社会的压力，还是社会的批评。真的，为什么要用这 DSLR？ 如果你颜色这样的，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照片的？就是这样奇怪，太阳了。讲的还他们一定是 Photoshop 啦，不要踩他们啦，不要玩了。还是这个做 film 的人不要做。后来真的是没，是不可取代的，我觉得。然后现在他也要什么了，他要停产了。
是好像生错年代了。讲真的，我是想早一点出师，好像我爸爸妈妈这样子啊。但是不懂那时候我能不能接触到这种东西。今天好好，谢谢啊。今天都下雨，现在碰到雨水全部这边都黏到了。就是可能外面来看的人，应该不懂会不会有人来呢？是，如果是全部人很开心玩的话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就算是成功。刚准备上。其实不你不要怕我看照片哈、啊。当你将爱哭，时光泪珠，安静的泪滴，一生只真爱，爱那么可贵。你说我相机在我旁边哦，我拿出来。去擦两下，摸干净它，帮它擦亮一下。全部人喝醉了就最好。要死。啊，感受一下二十多岁的青春的那种岁月。想玩什么 game？ 梦。来玩。